窝心的举动会让您怦然心动。那就先公有以好来。喂喂，对方有什么窝心的举动会让你觉得哇 so touching， 好窝心哦 so touching， 耶，恬静心底。是不是要想很久？对，我要想很久。我先讲。你走在前面的时候，那个人会回头看你。我觉得这个举动很温馨。我可以说我家的狗。他说其实应该是不用设闹钟，就每天就会有人叫你起床，这种事情是非常浪漫的。是不是我们出门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可能有一袋水果或是一个早餐放在那边？那妈妈也会帮你弄好。你要的是个妈妈吧？现在是怎么样被狗攻击了？妈妈也是。冬天很冷的时候，你忽然发现口袋里面其实有放暖暖包的时候，哦，就你出门随便拿一个外套，这我拍戏的时候也可以给你啊。下次就可以出门都忘了拿起来吧？这个你自己放就可以了。所以发现其实那暖暖包是硬掉，是上次剧里面有出现的，就是两个人吃饭，嗯。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下厨，所以就是你可以把我的饭吃完，我觉得很贴心。感觉听起来是现在进行式哦。没有啊，就是向往的那个感觉。我觉得吵架的时候先道歉或先和好的人，会让他觉得很窝心。因为在悲伤里面又有这样的戏嘛，都说不出口对对方好，但我觉得能够先说出口的人，不是输，是勇敢。真的是那。